是刚刚破茧而出吗？是我，秦炼，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来找我。于是，你还好吗？ 对不起，我没能送灵，不过最后一程。生者总是意难平，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吧？你怎么样？我很好，我以秦兵的身份进入了七局宗。那就好，但还是要小心，不要被别人识破了身份。 对了，你有见过高宇吗？没有，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应该是回星云阁去了。这张字条，你藏好，若是见到高宇，再打开来看。现在不能打开吗？不要打开，也不要问。 相信我。好，等我有了爷爷的消息，一定回来接你。对了，当日我许你婚礼，却又亲手毁约。若有来日，你还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们之间还需要承诺吗？此生定不负卿。 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